跟肺相关的问题，推拇指，从掌向指推，这是肺经所过。所有关于呼吸道的问题，咳嗽、咳喘、支气管炎、过敏性鼻炎都可以。大肠相关的问题，推食指，指尖向掌方向推，这是大肠经所过。所有关于大肠大便不通，甚至口舌生疮、湿热等问题都可以这样推。胸闷心悸，推中指。跟心相关的，特别是伴有气机不畅的，可以这样推中指，从掌向指推，这是心包经所过，对治疗胸闷心悸、失眠多梦效果很好。全身气机不畅，推无名指，从指尖向掌推，这是三焦经所过。一切跟气机不畅相关的，胸闷、气短，甚至耳聋耳鸣都非常有效。心慌心悸失眠，推小指内侧，这是心经所过。一切跟心相关的，心烦、胸闷、心悸都可以。颈肩疼痛，推小指外侧，这是小肠经所过，对治疗消化不良、颈肩疼痛非常有效。